突然是要表演的，所以第一首先带比较没有那么快的歌先开嗓，因为刚刚吃饭吃到一半突然被叫上来。我们先介绍自己，我们是新传舞团，我们的阿美族语叫做嘎碎，嘎碎在阿美族语里面是柴火的意思，代表薪火相传，就把我们部落的孩子断层。我们主要目的是找出自己，然后做好自己，这样。刚刚第一首带来的是我们自己写的歌，叫做《最美丽》。然后第二首我们带来一分一秒，谢谢。不好意思，看错了。